人成年中，即使升格为爸爸，他搞怪爱整人的个性依旧没改，常常把范范范围起及非非小强的保姆小喷宝整个不要不要的。但遇上两位宝贝儿子，黑人可就没法子了。22日晚上，由于范范去看徐佳莹演唱会，又遇上小喷宝放假，因此哄孩子们睡成了黑人的重大任务。但结果却是，现在一个把尿布全部拿出来，另外一个帮忙收回去。现在准备要睡觉了，小强帮忙收，好乖，好乖啊！菲菲，你帮忙收好不好？不要再拿出来了。兄弟俩就这样上演了一出你拿出来我放回去的戏码，但接下来更是让黑人直呼超崩溃。关灯喽，好吧，关灯喽。睡觉了吗？No。忍不住大笑回应，这绝对是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，还笑回换黑人被欺负了。不过即使如此，黑人表示还是觉得很幸福，但这场面等妈妈回来看到可就完蛋啦。